到北宁了，我都快进宿舍了。不信你看，信了吧？我要进宿舍了。哎，大爷，早啊早啊！哎，小蒋啊，你咋这么早回来了？寝室还在封着呢。那个，我已经跟学校打过招呼了。哎，行，哎、好好，那我先上去放行李。那行，然后回头再跟您下棋。哎，好吧，好嘞，好嘞。我到寝室门口了啊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人。噔噔，没有人。你弟弟的床，我的床。哎，好寂寞啊。小西，我到了。你这么早就回去了？XV 公司的实习提前了。我就只能回来了。这样吗？嗯。怎么，见不到我上线了？嗯，这样也好。就算你在江明，我们也见不到。我被我妈禁足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挂科了，惹她不高兴了。你没有骗我吧？真的是因为挂科吗？哎，对了，我给叔叔阿姨买了点东西。你告诉他们一下，买了什么？嗯，叔叔身体不好，所以我给叔叔买了一个电热毯，这样平时叔叔呢可以盖在腿上。然后江明的天气又阴冷阴冷的，我就给阿姨买了件披肩，平时穿着又保暖又时尚。你们家不是喜欢喝茶吗？然后我又买了一套新的茶具，快递应该马上就到了，你跟叔叔阿姨说一声，让他们收一下。女朋友，费心了。毕竟我家那关，未来你功课会比较累，你就当是巴掌钱的甜枣吧。小七，你把你下一个假期想要去的地方、想玩的列一张表格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好一切准备。什么准备啊？娶你的准备。小西啊。嗯。我刚才找东西的时候突然翻到这本书送给你啊。我爸来了，我先挂了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去。我先挂。